四十二式太極拳是國家規定的比賽套路，它裡面的內容很充實，動作規範，造型比較優美，結構是非常合理的，全套共有四十二個動作，有二十二種的劍法，三種的腿法，三個法徑的動作，劍法就很清楚，擺上來就會形神兼備，極具觀賞性。以下就是